评论的。要不要喝了会飘吗？银行那些喝了不会飘出来，我这是奶茶，奶茶啊，这是谁的奶？怎么谁的奶？这里面没奶，什么奶？谁的奶？上面怎么没有奶？奶茶呢？怎么没有奶茶？有奶，它不是从人的奶挤出来的，好吧？对，它是牛奶，牛的奶，过河的，对，奶牛的牛，奶牛的奶啊。自用还是夜用啊？你说能当开塞露吗？你不要拿什么？这能当开塞露吗？人塞一圈嘛，来，你说你要是人塞一圈，人塞一圈嘛，兄弟，你当开塞露怎么？你是牛吗？你是牛还是象？你是大象吗？我都说了，我这是香飘飘奶茶。你不给我面，你问问题，你能不能给人家一个面？狗哥，这是王一博呀，真是万物都可开塞露呀，买垃圾袋也能提出奇葩问题。垃圾袋还是带绳子的，带绳子的，有垃圾吗？你买不就没有垃圾？来吧，可以当气球吗？当不了。当啊，可以打老爸吗？当不了。可以闷死人吗？你人一不进垃圾袋。麦克洗脸间要把小杨哥逼疯。能擦雀斑吗？不能去了啊。能擦屁股吗？哎呦，我爹了。洗脸巾洗脸，你擦屁股用草纸不行吗？你用擦屁股纸不行？你用餐巾用那个纸可以擦屁股纸，可以当洗发精吗？你洗发精去买洗发精去。我这个洗脸巾你当什么洗发精？洗脸巾你当洗发精？你去买不行吧？送珍珠吗？珍珠纹的纹呢？珍珠的纹，珍珠的纹，珍珠做的吗？珍珠纹啊，这上面有一个珍珠，对，是珍珠的纹。你从哪里看珍珠纹路啊？你看，这有珍珠吗？你买纸送珍珠，我这样不亏死了？上吊会断吗？这是不能上吊的啊！什么颜色的珍珠？珍珠纹？你可以买一张吗？我鸡吗？没有珍珠啊！我鸡吗？牛屁眼！哎呀，你给他用的，他需要擦屁股吗？他一坨屎他妈小羊哥头那么大，你怎么擦？你擦你要擦一大袋啊！牛，你见过那个养牛的给牛擦屁股的吗？擦屁股需要擦屁股吗？我问你，他那个啊，屎就很干净。你这大一坨，他那么大的擦，你这一张你够你擦吗？你擦你手是要你给他擦干嘛？还需要你擦吗？牛要擦屁股吗？你多病啊，兄弟！牛擦屁股，牛拉屎都是需要人这么擦的。对呀，需要你擦呀。这是我们人用的脸上的餐洗脸巾。之后的大小杨哥就被逼疯了，抓呀抓呀，这些网友真是太难带了。小杨哥卖安心裤，差点被网友的问题逼疯。可以买给爸爸用吗？爸爸不能用的啊！我都说了，这个男的他不需要用。二姨吗？我不是说你大姨、三姨、二姨跟你那个姨没关系呀、啊。大姨呀、啊，不大。能上门安装吗？这要安，这我要给你安装吗？我给你怎么安装？没有大姨夫这么一说，他大姨夫跟大姨妈不是一个概念。我指的大姨妈不是说你大姨，你妈的姐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晚上睡觉时候穿？怎么穿？你问你媳妇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？我不能掩饰啊，大哥呀。我也不是说放下，你都说了男生你就不要问了，你也不要管，好不好？好，27.9元上车，三包。